Well, something made me feel kind of uneasy and I have to continue to record. It's 2:19 in the morning, July 25th, 2017, Tuesday morning. 早上两点多，我在发现呢，我用另外一个电话录下的几条录像都消失了，没有了。Several video could not be found. Which I recorded with this telephone here earlier tonight. And it was before midnight. I was by the seashore, Pensacola Beach. After I opened my back trunk, 在我那个打开车后箱突然发现那个背包在那个背包在我那个车后箱里面。没对，因为今天下午星期一24号下午，我打电话给警察 ，Pensacola Police Department， Pensacola 的市警察局的时候，我被告知今天已经太晚了，不能去取我的包和这个我一个信用卡，然后我被告知明天我可以去取，明天星期二，就现在。他说上班时间在8点到4点，上午8点到下午4点，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我开车去那个海边，开箱以后发现我这个背包怎么在我的车后箱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你看警察怎么会把这个包交到别人手里，放到我的那个车后箱里面呢？应该不对啊。And 这就跟那个警察电话里跟我说的就不一样了。然后我打警察局的电话是谁告诉我？一个男生，他没跟我说他是什么名字，不知道是谁跟我说的。今天太晚了，让我星期二去，星期二工作时间去取我的包。我是打警察局电话问我一个信用卡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的信用卡，找我的信用卡。结果我被告知我这个包应该和信用卡在一起啊，我信用卡应该在背包里和背包放在一起的。然后，结果发现这背包，现在我打。这个背包在我车后箱的时候，好几个这个背包的这个空间都是被拉链拉开的，拉开了，拉链都被开着的，没有像这么大的现在这样，大概是这个样子，半开的，这个好几个拉链，背包的拉链都开着的。当时发现情况，我录了几段录像找不到了，我有两个。手提电话，两部电话，其中我用这部电话来录的，结果几条录像都没有了，都找不到了，现在。